有请戏龄零到五年演员组，演员郭俊辰。你别再难过了，你这样我是会心痛的，我没开玩笑，我是真的心痛。我昨天去医院了，这心跳也不好，心率也不齐，恐怕活不了多久了。郭敬明导演会陪着我们一起去梳理角色，寻找这样的情感，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。其实几年前我见过你，有一天我在街上，我看见你开出租车，我就追着你喊，我喊齐玉苦，齐玉苦，我是小天，我是小天啊。整整追了你一条街，你都没有回我。我知道那人多闹，我不怨你。我看你车上写着吉祥出租这四个字，我就给你公司写信，写了好多好多，你一封信都没有给我回。就是希望能够把这场演出演好，希望能在这舞台上站得更久一些。我小的时候也住在这样的房子里，那个时候我就坐在床上，我望着下雨的雨棚，我看着角落里面的老鼠和蟑螂，我的心中有个声音一直在告诉我说，这不公平。我这辈子啊，总是在找你，找到了又丢了。我选择进入决赛的是郭俊辰。谢谢导演。